啊，你喝在哪呢？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喝鱼汤啊，加餐的，花菜。小狗狗，你爱吃泡饭。我们家倒北边好吧？啊、哦。汤泡饭了，你看好细的。你先弄来。嗯，来八十。差不多。嗯，细了，你汤嘞？你汤泡北啊、哦？现在吃出感觉来了。遇见了配菜就吃光了，嘿嘿，他把花菜吃掉了，哈哈哈哈，这招可行。当你家是不是当时那个？不是以前啊，咱们不是回家在喝的以前，嗯，都是有意思有的。嗯，那一碗饭吃掉了。我估计也是因为这呼吸烫，你小侬光呼吸吃个嗯烫了。棒棒的，李健。啊。喝在哪呢？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喝鱼汤啊。花开了。哦。哎，汤子感觉到啊。